大家好，我是揾食專員叔叔，我是車王編輯，每次車遊記都會介紹靚車俾大家，仲會帶大家去揾好嘢食，記得俾個 like 同埋 follow 我哋啊 ！YouTube 嘅朋友記住撳埋個鐘仔啦，車遊記出發！今次同大家介紹嘅就係現代 Hyundai 嘅 Kona Electric。架车都真系几正喎！系啊，因为呢部系一部电动车嚟噶嘛，佢冇咗传统嘅引擎嘅运作上面嚟讲咧，比以前正好多嘅。电摩打嘅特性啊，就系你一踩咧，啲力就已经有啊，咁所以起步非常之爽快。咁电动车咪成日都要充电咯？哦，是啊，电动车其实真的要充电的，不过呢又不用怕，因为这部车呢有482公里的特长续航距离，一个星期充一次，那就可以应付到整个星期的上班放工的需要的了。可以走那么远啊，加速又那么快，那么车价不是要很贵咯？很多人都以为电动车一定很贵啦，有些人甚至说可能要成100万以上才买到部电动车，但其实不一定的，那就好像这部现代的 Kona Range Plus 版本，那其实它只是46万多的原价而已，符合这个一换一的资格的话呢，就可以以这个34万多的价钱就已经买得到了。这样也挺正的，你估我赚不赚得点啊？即是由电油车转去电动车都有样东西不习惯，就是我松油那一下呢，部车就好像自動式剎車咁樣，咁呢個咧係能量回收系統嘅關係。但係呢部車嘅能量回收系統咧係有得揀嘅，咁就由零級啦到1、2、3咁樣，總共四級。咁就如果你一開始咧就用咗呢一個零級嘅話咧，咁你就好似普通揸電油車咁樣啦，鬆腳咧其實部車都會繼續流住去咁樣嘅。誒，冇波棍嘅。接波棍呢？接波棍呢，因为这部电动车的关系呢，个波箱就不需要的，可以做得比较简单一点，按掣就搞得掂啦。咁呢個設計咧，其實我都幾中意嘅，因為佢好簡單，可以用3隻手指就已經控曬。隻手一放貨上去，已經知道啲位喺邊噶啦。以往電油車要做到呢一個嘅即係起步爽快感啦，呢一種寧靜啊，其實都一定要好貴嘅車先會做到嘅。咁依家只需30几万嘅價錢就可以有呢一個豪華車嘅感受，真係好抵。好，終於到啦！耶，好嘢，到啦！Jeremy， 你肚餓未啊？梗係餓啦！今日咧，我會帶你去一間泰國餐廳，咁佢有分室內、室外，同埋餐廳同吧台兩個部分嘅。哦，咁豐富、咁環境、咁特別，我哋快啲行啦！好行啊，我哋。Go！ 哇，好豐富啊！呢個係咖喱魔鬼魚啊，用呢個薄餅包住呢個咖喱，攬埋一齊食。我中意點佢嚟食。好香啊！塊餅配襯一個薄餅，真係一流喎！我哋再試下呢個五彩龍蝦，哇，好大隻啊！好大隻啊！成條都可以掹出嚟啊！呢個咧我就知點食啦，呢個炸蠔。咁咧根據消息透露咧，食呢個炸蠔咧係要先喺中間篤少少窿，然之後咧就攞呢個淋一淋醬，再用呢個生菜咧去包住佢嘅。哇！今次到我呢個俾你啦 ，Thank you。哦，阿來阿來阿來，邊個阿來啊？阿來即係陰面咁解咯。呢度四周圍都係泊車位，啱曬駕駛人士過嚟揾嘢食啊！仲有喺呢度消費滿500蚊，對面馬田村嘅停車場仲會 free 2小時嘅泊車優惠噶。今日同大家試過 Hyundai 嘅 Kona， 又試過 Mr. House 嘅特色泰菜。如果中意我哋嘅話，記得俾個 like 同埋 follow 我哋啊！仲要記得要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。我哋下次再一齊試靚車，食好嘢啦！拜拜。